弹力带缠绕在大拇指上，就像是裹住了脚趾。努力撑开弹力带，岔开脚趾，让大拇指充分外展。最大幅度处停顿2秒。感到力竭就停止。从脚踝内侧来看这个过程，足底肌肉收缩带动足弓上抬，所以说拇外翻扁平足可以同时练。慢慢来，不要求快。大拇指尽量岔开的同时抬起足跟，过程中双手可以辅助平衡，大拇指尽量外展并踩紧地面，然后单脚踢肿练足部力量，力竭就休息。